见吗？好啊。啊，今天带两位日本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中国的奶茶文化啊。好期待。期待。就是这里。啊、对，就这家啊。这是我们的侯总啊。啊，老板。老板。店长啊，店老板。对对对。今天带日本女孩子来体验你们的奶茶。好的好的，欢迎欢迎。你们现在奶茶有哪种比较推荐的吗？啊，这招牌的都是。你喜欢喝奶茶吗？喜欢。喜欢。嗯。你没有做过吧？应该喜欢喝，没有做过。啊，今天体验一下自己做奶茶，然后自己喝自己做的奶茶。对，可以。啊，这是都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对对。那我先开始体验一下，这放多多少？两勺吧。两勺。两勺。酸奶啊。鲜奶。巨峰葡萄啊。哦，里面有葡萄。葡萄。对对对，15个。十五个啊。十五个，洗干净。在日本喝过吗？没有喝过。没有喝过。抹茶啊，抹茶啊，这里有抹茶啊。你不喜欢喝抹茶？不喜欢，有点苦。有点苦。茉莉就放到100吧。这是茉莉茶是吧？茉莉花茶啊，可以啊。茉莉花茶，然后茉莉花茶，再放点糖，放这里吧，20毫升左右。这些。不够。不够吗？不够。这么多还不够。这才160。哦。多了多了多了啊！多了，那我再拿多一点。这个是碎冰机，这大壶烟它会。为什么用勺挡着呢？这是。它会分层嘛，不会一层一层隔开你的。哦哦好，就这样。对对对对。葡萄汁啊。酸奶，这个香。香是吧？香。啊。把这个泡泡咬掉。不要是吧？果茶啊，其实都很健康的，对吧？啊，酸奶啊，跟葡萄啊，都是新鲜葡萄来的，就新鲜的啊，都比较健康。还有，还有，有的倒上去是刚好一杯的，那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做好了，大概一杯做了多少？五分钟，就五分钟。要让你自己尝试一下喽，也比较热销的吧？热销的哦，这叫什么奶茶？这个叫葡萄酸奶蜜。葡萄酸奶蜜。自己做的，自己第一次做的奶茶。对。嗯，好看。哦、好看吗？嗯，还可以。勺子放反了，这个做了。好看。我听到你做这款的就比较复杂一点。比较复杂啊。你那不错，这个蛮可以的啊。然后开始你的了。你现在要做的这个